69岁曾志伟与好友遗孀逛街购物，两人出双入对7年，关系成谜。这2年，曾志伟经历了不少人生转变。他的第二任妻子朱熹珍于2020年病逝。2021年，他出任 TVB 副总经理，现为总经理，掌管综艺及音乐节目，从幕前走到了幕后。唯一不变的是，曾志伟与红颜知己李雪慧的关系。近日，两人又被媒体拍到逛街的同框照。女方到底是曾志伟什么人呢？曾志伟前年经历丧妻之痛，而阿雪也在2014年失去了丈夫，其夫是已故 TVB 资深艺员形象科助理督导张家万。曾志伟作为 Gary 的好友，代为照顾阿雪，邀请他做御用化妆师兼助手，可谓有情有义。港媒对曾志伟与阿雪的关系诸多揣测，但曾志伟从来没有回应过，阿雪也从不接触媒体，任由外界造谣。事实上，每次被拍到同框照，曾志伟跟阿雪都没有亲密动作，确实比较像老板跟助手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曾志伟已经69岁了，身边需要有人贴身照顾。他现在是单身，即使跟阿雪发展感情也属人之常情，大家要恭喜他才对。